好嘞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阁有战机来失事了。空军一台 F-16A 编号6672的一人座的战机，昨暝6:05来起飞，执行着夜行的训练，两分钟后来失联。这个雷达的光点就消失伫个花莲机场东北边8海里，宽度6000尺以上的所在。这个搜救的直升机6:25起飞来救援，海军的军舰甲海巡舰艇嘛接力来出动，海工同步透明来搜救。天只拍不光影，海鸥直升机就出动，因申请海保继续咧找上校周正志甲 F-16 战斗机的下落。海军也派出新港甲马公舰等等军舰，联合海巡、前一代巡防舰艇，北纬花莲的总督南到水莲外海，分6区伫找。苏澳、花莲及台东队共投入了6艘的巡防艇，以及岸巡的巡逻车。昨尾晚6:05，编号6672的战斗机起飞后2分钟就消失伫雷达上。S 拐洞四搜救机6:25就升空，要去救人。军方甲海巡透明伫找人，为昨暝到今日这个中昼，已经至少派出搜救机8架次，军舰有4台，海巡舰艇有9台，全力伫海面伫搜救。另外海，花莲外海就是陡降型的，像我们出去大概。3-4海里吧，3-4海里就几百公尺了。有40年经验的老船长讲，花莲外海是海狗的地形，加上流水真强，会增加真侪救援的难度。军方依然无放弃任何希望，要把黄金时间，希望讲赶紧找到人。